为何跟你一起提早报道，一起揭露关键内幕？我明明还没有跟你一起，可是五个多月，我月经都没有来，荷尔蒙失调，熬夜就会长全泡疹，每个月都一定要去妇产科报道。你还没有结婚？还没。按下镜头，觉得你回头拍到料这样子。更年期可能会在停经前出现，也甚至有些人会长达15年的时间。哇塞，15年啊！症状发在40岁以前，跟你的压力有一定程度的关系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